哇，我猪爸爸最喜欢吃胡萝卜了，我猪妈妈最喜欢吃大芒果了，我乔治最喜欢吃草莓了。爸爸妈妈，我们赶快吃吧。等一下，爸爸妈妈，乔治，这个可不是水果，这是我买的水果橡皮，不能吃。哼，姐姐，你既然说他们是橡皮，不想给我们吃，我们就不吃，为什么还撒谎呀？哎呀，乔治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你们在这等着我，我去拿一张纸和笔。我现在用铅笔在这上面画呀画，画呀画。我先用胡萝卜橡皮来涂，快看，这真的是橡皮，涂得超级干净。然后我再用大芒果橡皮来涂，快看，我没有骗你们吧，这个橡皮怎么抠都抠不烂。最后是草莓橡皮，乔治，姐姐没有骗你吧？嗯，原来这真的是橡皮，涂得还这么干净，姐姐我也想要。乔治，正好马上开学了，你喜欢哪一个橡皮，姐姐送给你一个吧。这个是我的哥哥啊，我的哥哥就能保护我。这个是奥特曼哥哥，他也能保护我。我要玩球，我要玩。哼，你欺负我，我喊我的哥哥。你有哥哥，我也有，我也把我的哥哥喊来。哥哥，哥哥，谁欺负我的弟弟？谁欺负我的弟弟？哎呀，绿巨人呐，呵呵，指定是他俩在开玩笑呢。走走走，咱俩去玩去，不管他们俩，我看行。走，奥特曼哥哥怎么走了？是啊，哥哥你不帮助我啦。他们都走了，那咱俩我踢一脚，然后我再踢一脚，咱俩就这么玩。我猜我的爸爸呀肯定最喜欢吃北京烤鸭啦，而且不喜欢吃鸭头，也不喜欢吃鸭屁股，只喜欢吃鸭脖子。哦对了，脚丫子他也不喜欢吃，他喜欢吃鸭翅还有鸭身上所有的肉肉。爸爸爸爸，你的烤鸭呀我给你解好啦。妈妈妈妈，你肯定是最喜欢小花了吧？我的妈妈肯定是最喜欢小花的。你知道你们的妈妈最喜欢什么吗？我的妈妈说养花可以让人静下心来，闻到花香还可以让人的心情变美好，所以我要给我的妈妈剪一个花盆，这样等小花开花了，妈妈就会特别的喜欢啦。不过呢，我还需要每天给她浇水。哎，乔治给爸爸剪的是什么呀？我都认不出来了，你们能看出来那是一只鸭子吗？好了，我给我的妈妈呀把花盆呀也剪好啦。乔治，你这剪的啥呀？爸爸就算喜欢吃鸭脖，不喜欢吃鸭屁股，那你也不至于把头屁股都给剪了呀，这脚丫子也没了，这谁能看出来你剪的是一只鸭子呀？佩奇，虽然你剪的小花挺好看的，但是你们两个都搞错了，因为呀爸爸妈妈呀最喜欢的是有钱花。什么？难道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喜欢有钱花吗？今天我们两个都失策了。老巫婆啊，不
不要管我叫老巫婆，可以管我叫老奶奶。老奶奶巫婆，哎呦，这巫婆又加上了。行行行，叫我啥都行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没什么事儿，老巫婆。这孩子没什么事儿还叫我老巫婆，你们看起来气我来了。老奶奶，哎呦，你看这小姑娘，哎呀，这称呼我直接就老奶奶，我喜欢听，喜欢听，再叫一遍，老奶奶。哎呦，真高兴啊！老奶奶，你咋这么高兴呀？刚才有小孩管我叫老巫婆，我听着你说我能高兴吗？哎呦，但是你一叫我老奶奶，我咋这么开心呢？哦，原来你是老巫婆啊！我才不叫你老奶奶呢，老巫婆，老巫婆！卖玩具了！我要买玩具。哇，你这里这么多玩具啊！嗯，这个是什么哟？哇，这个是朗朗是不是？对呀。超级飞侠，他不是很厉害，我不要。哇，这个是乐迪。这个乐迪好厉害哦，飞呀飞呀，送快递。这个是谁呀？米克啊。哦，米克他是上太空的，算了，不要你。这个又是谁呀？米莉是不是？小爱。哦，这个是小爱呀。哦，小爱会飞耶，嘟嘟。不要他。哇，这个是超级飞侠的行李箱，哇，挺好玩哎，去旅游喽！哎，这里还有车子哟，哇，一个救护车。今天不买车子，为什么？这个土方车不要。这个是什么？打气筒。坏了，这个口子没有，不要了。小青。不要小青。小青，哇，这小青好像会变形的，是不是？就可以站起来。有事哦，不要按一下。哇，这里个电饭煲哦，可以煲饭耶，太好玩了。算了，我又不煮饭，我不要电饭煲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就是一个房子呀。哇，这房子还挺漂亮哦。不是房子，是鱼店。鱼店啊？哦，是四楼全都卖鱼的了，这么多海鲜啊。还有螃蟹，有章鱼，哇，好多鱼嘞！哇，这里面这么多鱼啊，什么鱼都有。哦，我不喜欢吃鱼。这个房子卖不卖？不卖。好漂亮啊！不卖。那我买什么呢？哇，这里还有钓鱼竿，有个坏的。那我要你这个电饭煲吧。好。电饭煲多少钱啊？100块。多么贵呀、啊？有没得少啊？没得少。那好吧，我要你这个电饭煲。给那个电饭煲给我。给你钱。搞定。哇，买个电饭煲回去做饭喽，可以做饭吃喽，又可以煲汤、走猪、走路，回家做饭喽。孩子们，马上要下雨了，赶快跟妈妈回家啦！哎呀，怪兽，你不要追我呀！哎呦，贝尔姐姐，你等等我！哎呦，哎，这不是白雪公主和贝尔公主吗？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哎呀，毛毛虫妈妈，这后面来了好多怪兽，怎么办呀？你能帮帮我们吗？原来有怪兽，正好我的一号宝宝、二号宝宝都没有回来，只要你们变成我的宝宝，这样怪兽就发现不了你们了。太好了，毛毛虫妈妈，那你赶快帮帮我吧。贝尔公主，只要我喊一二三，你就能变成我的一号宝宝了。一二三，哇，太好了，我真的变成一号宝宝了，这样怪兽就找不到我了。毛毛虫妈妈，你赶快帮帮我吧。好的，白雪公主，一二三。我怎么没有变成二号宝宝呀？别着急，白雪公主，我们再来试一次。一二三，太好了，我变成二号宝宝了。白雪公主、贝尔公主，赶快出来。他们两个跑哪里去了？有谁看到了吗？